定大热的网飞剧《后翼弃兵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女主在象棋上的大杀四方，真是又美又飒，看得小编热血沸腾，熬夜追剧停不下来。不过在这部剧中，小编发现了一个老熟人，那就是久未露面的桑总 Thomas Chester。虽然借着胡子穿着迪克牛仔，但依然没挡住他的帅气，只带着痞气的帅简直太撩人了。相信很多人都是从真爱至上开始关注他的，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，奶奶的不要萌化了多少阿姨的心啊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如今30岁的他居然和十几岁的时候没太大差别，所以在后翼弃兵里剃了胡子还真让人有点不习惯。在真爱至上里顶着一张娃娃脸故作深沉的说 I am in love， 反差萌感瞬间拉满，尤其是在知道自己喜欢的女生要回美国了，那落寞的神情真的超可爱啊。来一起欣赏下这让人羡慕的冻龄神颜。小编想问下，这是什么牌子的防腐剂，哪里有卖？还有更可怕的，权力的游戏里魔扇的演员只比桑总大了一岁半，这找谁说理去。千言万语总结一句话，是一个被岁月这把杀猪刀放过的人。不过桑总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无论是出街照还是抽烟照，又古又性感。最后问一句，30岁的精致少年你爱了吗？美完美聊，侃侃播报。